厉害厉害，钻慢，低点头，低点头，哇，5分，哇，6分，哇，7分，哇，难忘今宵。证明你上过2次春晚。对，只记得自己那。他们拿了2个剧名，我们拿了2个歌名。我们拿了2个歌名。谁也别有。马上来公布这一项任务，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中，有一个独特的动作叫做亮相，通过主要角色上场时的短促停顿来集中而突出的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叫做亮相。我们每一局都有一个9宫格题板，题板中有8个动作题板和一个安慕希亮相题板，成员随机报出数字，翻开对应的题板，如果是动作的题板，就是为大家上一块障碍板，直到翻出安慕希亮相牌，然后开始挑战过障碍，穿过障�碍，没有破坏障碍得1分，未穿过或者穿越时损坏了障碍板还要扣1分，还扣分。啊，得的板子多就好吗？抽到的板子越多，得分的概率也越大，但很有可能扣分的概率也越大。明白了。安慕希亮相题板上为大家呈现的是安慕希全新推出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今年安慕希给大家带来万物向心的力量，品牌攻坚常温活性益生菌的创新技术，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不惧胃酸挑战，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减蔗糖更轻盈。而我们这一款底板上就是像白鹿手中的是这一款小金罐，11LGG 超活益生菌。安慕希小金罐添加11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超活一下。超多超活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安慕希。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开始挑战。能先让这个弄一下试试吗？周深都不用动，我这样就过去了。你摆个 pose 吧，你帅气一点。你这样有可能会过不去。来个延展的造型。哎，对了，好，就摆好了，不能动、啊，别动，别动，不能动啊。头头头。差点没过，一条水产鱼，没过，坏了，坏了吗？坏了。哎，第一位出战的成员是白鹿，来吧，丽儿。哇哦，哇哦，是个猫的形状，好可爱，这个一 ，Y， 七。哦、wow, 这个好过，这个好过。九，哇，这个得跳一下。二，亮相，抽中安慕希益生菌酸奶，亮相牌，完全没问题。哎，你完全没问题，加油！你先控制一下速度。对，你要起来，赶紧起来。控速。厉害，他怎么蹦过去的？他就直接窜过去了。该谁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之源。9，哦，2，6号，这简单。5号，7号，哇，7号好难啊。1号，喂，哇，8号。小狗，3号，哎呀，哦，抽中安慕希益生菌酸奶，亮相牌，哇，这不一路蹲过去吗？这个也简单，哎，这个可以啊，这个我喜欢，这些我都喜欢，最后一个是啥来着？猫是吧？你的狗，柴犬啊，我觉得它都能过去，这个我都能过，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来，我们拭目以待。我怎么感觉我过不了呢？
那你刚才说不是能过吗？蹲着，蹲着慢，蹲着慢。哎，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竖起来，竖起来。哎呦！竖起来，走，顺，蹲，蹲，蹲。蹲蹲蹲！哇！蹲着蹲，蹲蹲蹲一下，竖起来，竖起来，漂亮漂亮，蹲蹲蹲蹲！哇！哇！亮亮亮亮亮亮亮！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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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厉害厉害厉害！哇塞，目前场上最高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一凡，请选择数字九、九、八、七、六、五。你这按顺序了是吧？四，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我的天，三，三应该是男的。哎，哇，你慎重啊，慎重啊，慎重。二啊，选一。哇！哇！哇！太厉害了。这个真没剧本，太厉害了！哇，你的运气太好了！为什么到这？这些光环。凡最后挑到了 MC 益生菌酸奶的亮相牌，所以这一轮要挑战八个障碍，直接拉满。哦！加油！加油！慢点啊，小心。一凡，不是，在干嘛？一凡，一凡，你不能放弃！就别带着板子走了。妈耶！我，一凡，一凡，不是。你们，妈耶！三三得分不两分，这些光环。气馁，不要气馁，你是好人，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板子彻底不存在了。嗯，该回家了，你。没关系，素材有了。可以。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周深。九。感觉这轮是五，你又开始猜了，刮刮乐，你又要刮刮乐了。真源说让你选五号，五号，我们真源又发话了。哎，你看吧，我说不是吧？九、九、七、一、四。哦，嗯，二号。哇，小猫。深深，我觉得是三，深深。嗯，三号。我说偏选三。嗯。六号，你感觉对了。最后一个是八，八号有八是奶。哇！完成了！哇哇哦！小白号，可以啊。这个不得八个全过呀、哎？凑凑凑的吧。可以，轻松啊，慢一点，别着急，别急，哦，哎，好，厉害，钻慢，低头，哇，五分，六分，七分，哇，哦，厉害，钻慢，低头，哇。
六分，七分，八分，八分，满分，全场最高分，满分，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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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我不太理解那种玩玩游戏是负分的人的心情了。同样都抽到了八个板子，为什么某些人就？为什么某些人就该谁了？接下来要出战的是雨琦。九、二、三，选咱生日。哇哇！九二三，哎呦呦！八八八，一七。哦，我的天哪，这是给我准备的吗？脖子那么老长，脖子那么老长。钻过去。碰巧了，不、哦，可以可以，蹲下。哦，看看，哇，够瘦够瘦。哇，有些人，真的好刺。过了过了过了，五个五个。你已经前三了。目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周深，第二名张真源，第三名是雨琦。基本上我们跟前三无缘了。不一定，不一定，真不一定。怎么这么不看好我们后面的人吗？确切的说是不看好咱俩。没有，我不用想。不是，他那是都剪不到正片里面。在部落里面，他得点进去才能。在跑男部落里，先穿上皮衣。先得去他的部落。你俩属于表演了吧？表演赛，表演赛。四九一二三，四个，就算过了也没有，也没有意义，你也进不了前三了。你要不要表演一下，放在部落里。我去，哎，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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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瘦够瘦，还可以，两分。你不怎么样，那我起码也是有分的呀，那我也有两分啊，你还得得个分啊。一二七九八八八八三五，稳住稳住。哦，我还能停一下。不是，我想怎么过去？跨跨跨跨跨跨！低头低头低头！可以，哇！这个难，这个难，这怎么过呀？要蹲要蹲，跨要跨！牛蛙，大牛蛙，以后不叫大水牛了，大牛蛙。来，先开个四，来七，一，一号。哎呦，太可惜了！哇！哎！哦！哇！谁呀？不！哎！这不行啊！这不对呀！大哥，你过这两个板子，显得你早上的耍剑毫无意义。你在这演我们呢？我没有。这两个你都过二分，要不要把他这个过这两个板子给剪了呀？就是这个出去以后，咱们郑业神可能找不到工作了。来，直接拉满。哎呦，有了，可以了。天哪，怎么越来越难了？一定要过得帅啊！加油，加油！哇哇哇！哇哇哇！蛙跳蛙跳哇！哇哇哎，请闪一下了，换人了。最后一位出战的是沙哥，沙的成员也可以趁机品尝一下美味的 MG 益生菌酸奶，来为沙哥助力，也为自己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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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二三四五六挨着给我翻。一号，哎呦，翻，哎呦，翻，哎呦，好难啊。四号，
步。翻。哇！就是这个。这个是了，我估计。翻。哇哇！七，翻。哎呦！八。不会吧？翻。翻。哇哇！我看看啊，都是什么啊？我这都得跨过去。这个我蹲着，这个我蹲着，这个、我站着，这个我蹲着，这个、我蹲着。OK 了，跳跳跳，蹲蹲，站蹲蹲，全是技术。OK 了，来吧。哎呀妈呀！沙哥加油！哎呀！找到叫蛇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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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叫蛇蛇卡卡撞撞晕。老山哥，部落里有了，部落。要不咱们是家人呢？家人。沙哥刚才得分是零分。要什么分？乐呵乐呵得了。哎呀，稍微有点快。接下来排名前三的成员共同决定，从其余的七位成员中挑选一位成员，并从他的三颗玲珑球当中选择一颗来查验球里豆子的情况。装有红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红烟，装有黑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黑烟。一旦玲珑球进行过验证，这颗球就会被烧毁。如果一个木偶的三颗球都被销毁的话，那么木偶与人类的连接就会断开，也就意味着这位成员就会被淘汰。那这个就即便是挑对了人，但是不一定挑对球啊。一人三个球，现在找谁？不说谁，他们都很推荐鹿。白鹿咋不说话呢？听我吗？白鹿呢？我老觉得今天有点不自然。白鹿，这有点怪呀、啊，这人今天。刚才为什么？因为我也比较了解你，我就觉得今天你有点怪。你把我投出去好了。直觉。就我今天一直想离开人群，我在想让大家注意到他的一些表情。哦。敲呗，可以。敲我的。敲我就白费了，敲我就白费了。你看这两人沉不沉不沉默？会不会是凯哥成的路？飞行？那我感觉飞行离开了，不会是你吧？我是飞行吗？我谢谢你。是我的意思，常志伟。我飞行。没有，我知道。啊！那烧谁？你们可是对狗号找队友呢。你看我上车的功夫开始低。赶紧，咱赶紧相认，之后好办事儿。就凯哥，那我其实也有凯哥的感觉，有凯哥的感觉。找队友呢？第一次挑战。我没有。选择数字。白鹿很想赢啊，胜负欲非常重啊。好，接下来要出战的成员是凯哥。会。凯哥。如果他是坏人，你肯定觉得我不该往中间放。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一定往中间放。好，就这个。玲珑球正在销毁中。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
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参加神秘派对，赢本季节目现场探班名额。陈晓、陈意涵主演的《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Z 世界火热独播中，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Z 世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玲珑球正在销毁中。哦，红的。哦，红的。哦，红的，挑错球了。可是，这只证明这一颗球是红球。很遗憾，大家刚才并没有找到黑豆，而是破坏了一颗红豆。而且凯哥现在只剩下两颗玲珑球，不过你的身份依然未知，究竟谁的玲珑球当中有黑豆依然不知。上项任务当中看得出来，大家的体力非常好，好吗？而接下来这项任务考验的是大家的脑力。咱四个，就是稍后我们会一组一组进行，然后电视机上会出现题目。我的天啊，这太难了！就我会按照顺序指，指到谁来说。比如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三二一，猴。三二一，完了。对，然后再三二一，大熊猫，明白了吧？啊，答对一个得一分，重复扣一分，答错或者没有答出来扣三分，实在答不出就重复，重复才减一分，但答错扣三分。啊，重复，嗯，可以。那么谁先来呢？那组吧，那组吧，近的来，按顺序来吗？行，那从你们来吧。可以，可以，可以。都明白了哈，咱们队明白，那明白是咱们队很聪明，这都听明白了，就是反应会慢一点，是吧？答错了之后我也不会停，错了反正我们就算分就行了。你几轮啊？这样十五题，只有十五题啊。各位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啊！好，请看题。哟，哇，完了，好难啊！先从程程开始啊，等一下，来准备。只想到一个。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谷一。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双江。三二一，李诞。三二一，李春波。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谷一。三二一。李谷一。三二一，李双江。三二一，三二一，李春波。三二一，李谷一。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白。李白，李白。好，题目到。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有好多，你们都不认真。你给我讲一个李姓李的歌手，来来，姓李的歌手，三二一，三二一，李克勤，三二一，李荣浩，三二一，李谷一。你也就是仨，有好多，李宇春，李宇春，李宇春，李健，李健，李克勤，李宗盛。哦，李宗盛就是。李圣杰、李玟、李玉刚、李玉刚、李玉刚、李玖哲，哦，好多啊！不是，这个游戏是这样的，你不能想，你想你还要看他在指谁。你现在还敢教别人？就你玩成这样，你就只答了个李荣浩。刚才你们得分是负十一分。可以了，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按顺序吧，到中间这一组，好吧？好。来，请看题。来，从周深开始。等一下，三二一，郭冬临。三二一，葛优。三二一，光头三。三二一，光头强。三二一，光头三。三二一，杰森斯坦森。三二一，葛优。三二一，巨石强森。巨石强森。三二一，葛优。
三二一，葛优。三二一，葛优。三二一，徐峥。三二一，葛优。三二一，包贝尔。三二一，包贝尔。到了，好厉害啊！哦，你想去跟包贝尔啊？海哥，好厉害啊！哦，你还真行，这个可以。好，刚才这一组得分是-9分。哦，还可以。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几队不会比的谁负分更少吧？你知道这是你一个人的战斗哈？真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是你一个人的战斗了。我觉得应该有你强项，得至少让我们军艺发挥一下嘛。军艺，军艺啥意思呢？极客军艺啊。我以为你说是学校呢，我以为我找着校友了呢。一般人家都只举极客，突然叫俊逸会愣一下。俊逸就是俊逸。俊逸啊，俊逸，俊逸可以，俊逸。你是哪里的口音？北京的。好，来，那你们三位准备了啊，请看题。什么东西？哇，这个好难！我的天哪！等会儿，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请看题。什么东西？哇，这个好难！我的天哪！哇，这个好难！好，从小童先开始。小童，等会儿，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啊，那儿不是活着一个吗？小童，那个，等会儿。来。来。小童，答案在你面前。啊。来，三二一，白鹿。三二一，白鹿。三二一，成龙。三二一，成龙。三二一，成龙。三二一，白鹿。三二一，成龙。三二一，白鹿。三二一，白鹿。三二一，成龙。三二一，给我们点时间，成龙。投降了，外面全是警察。三二一，成龙。三二一，龙傲天。三二一，白鹿。三二一，白鹿。玛丽。李小龙。李小龙。哦，姓马就行了。马东，马伯骞。马伯骞。哎。The Fantasy Game。不是一下就给蒙住了，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姓马的那老往名儿上想。马天宇，对，路虎，路虎，哎呀 ，my friend。那又轮到你们了。我录了，好好录，好好录，来吧，来吧啊！郭虎，我的导演，想咱的了啊！来，过去了，过去了啊！来，白鹿永远做别人卷子特别厉害，来。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笑我们的题？好，请看题。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这个我知道。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很多。大奥特曼，小奥特曼，有很多，不、哦、可多了，有巨多。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很多，哦、可多了，很多。不是，有很多，非常多。有很多，有非常多。结束了，结束了，完了。来，准备，三二一，赛文奥特曼。三二一，赛文奥特曼。三二一，迪迦奥特曼。三二一，迪迦奥特曼。三二一，奥特曼之父。三二一，奥特曼之母。三二一，奥特曼之父。三二一。奥特曼之母。三二一，奥特曼之子。三二一，奥特曼之兄。三二一，迪迦奥特曼。三二一，
奥特曼，本曼，奥特曼师妹，三二一，赛文，三二一，提下奥特曼。好，题目到。真是有奥特曼之父、奥特曼之母，有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都有。奥特曼之子应该可以吧？没有这个。你看，我们小时候的奥特曼是没有名字的，现在你这个岁数的奥特曼有名字了，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名字。以前我们就是奥特曼，对。后来有一个 Seven 的，挺多的，真的有好多，佐菲奥特曼、初代奥特曼。杰克奥特曼、艾斯奥特曼，还有奥特之王。那奥特曼之兄行不行呢？他哥哥呀。你们还是负十一分，又负十一，还负十一，跟负十一干上了。你们这个题有人得过正分吗？好了，那又轮到你们了。来吧，请看题。哇，好，准备，三二一。难忘今宵，三二一，春天里，三二一，双截棍，三二一，灯火里的中国，三二一，难忘今宵，三二一，黄河，三二一，功夫，三二一，三二一，难忘今宵，三二一，花开忘忧，难忘今宵，三二一，难忘今宵，三二一，青藏高原，三二一，要一大家一起来吧，三二一，难忘今宵，三二一，难忘今宵。证明你上过两次春晚。对，只记得自己那两首歌。哇，他们答对了好多啊！你们，关键他就自己就说对了点。他们这次不会是正分吧？不一定，不会不会，我们答错了几次。一分，一分，一分，有一分了，太厉害了，有一分了，可以，哎呦，牛死了，天哪！关键我一路上都是难忘今宵，还能得一分。好，那接下来又轮到晨哥你们这一组啊。春节晚会小品的名字。来吧，请看题。哇，这简单了。哎，这送分题，一个系列只能算一个啊。好，来准备。这个要说错不太合适吧？三二一，奔跑吧兄弟。三二一，中国好声音。三二一，王牌对王牌。三二一，乐队闪光的乐队。三二一，天赐声音。三二一，手艺人大赛。三二一。我们三手艺人大赛，一追星星的人，那你去招商会了是不是？三二一，天赐的声音。三二一，这哎天赐说中国好声音。三二一，热冰雪正当然，咋还能考虑呢？三二一，王牌对王牌。三二一，中国好声音四。三二一，跑男来了。好了，来，好，题目到，我们能不能得两分？三分。哇，跟我擦没啥事儿。其实浙江卫视出品过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奔跑吧》其实有黄河篇和共同富裕篇，《王牌对王牌》好多季，《天赐的声音》《中国好声音》《嗨放派》《我就是演员》《中国梦想秀》《爸爸回来了》《我爱记歌词》。我爱记歌词，那只有我记住了。而现在呢，我们大家还可以上浙江卫视的互联网新平台 Z 世界收看正在热播和回顾以往的经典节目。新平台 Z 世界已于4月18日正式上线，现在我们的手艺人大会理发师季的后续也正在热播，请大家关注。Z 世界，哎呀，这个小无缝爬进来的，这个很漂亮。原来是这样啊。恭喜周深、凯哥、依山和雨琦，你们这一组胜出。请大家先戴上你们的手环。每一道题目将会有三组正确答案，第一名可以得三分，第二名得一分，第三名不得分。
但最后一题第一名可以得4分。好，好像在哪儿听过，第一轮请出歌。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啊啊！神雕侠不对，对对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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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个哈哈正确，哈千里何时有爱，千里何时有爱，我的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太明显了，新白娘子传奇，新白娘子传奇，新白娘子传奇。仙妹何时有爱？你这太明显了吧！等你回来，太明显了，太明显了。他唱的真的很好了。新白娘子传奇，正确，走走走，快去找，快去找。完了，他拿走一个了，完了，完了，他拿走一个了。走走走，快去找，快去找。找找找，新娘子一个。既要找到剧名，也要找到歌名。没有啊，没有啊，在哪？在哪？看到了吗？放过，放过，在哪？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俩找得快，他俩。哎，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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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周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哎呀妈！我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圈？凯哥还没找着呢。凯哥，凯哥第一个踩出来的。没有千年等一回了，凯哥已经没分了，回来吧。咚咚咚咚咚是什么东西？咚咚咚当，咚咚咚当。对对对，哈哈哈哈。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唱得好。第一题，周深白鹿得3分，陈乔恩晨哥得1分。第二题，请听歌。那每首歌的前面都很像。我们有凭我，这是小曲吗？这歌我估计本来就没听过。想听再叫500年，正确。走走走，啥戏啊？那这是什么剧啊？笑霄秘史。什么雍正王朝？雍正王朝。
耶！我的耳机嘟嘟了哒哒滴，嘟了哒哒滴。哈哈！啊，站站站站站！走！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白鹿，不对，不对吗？我的妈呀！白鹿，不对，不对吗？不对吗？不对，不对吗？哎，这是什么剧？雍正王朝。不对吗？凯哥，你也不对啊，你也不对，不对吗？剧名不对啊，不对吗？不是这个吗？是不是孝庄秘史？铁齿铜牙纪晓岚。哈哈不对，是不是孝庄秘史？上天下人笑话，上后世人唾骂，简直糊涂。不对，正确，正确，咋了？正确。的歌名是《向天再借五百年》，剧名是《康熙王朝》。正确。快冲快冲快冲！妈呀！正确。天哪，这是《康熙王朝》的歌，我才知道是这首歌。怎么还有雍正王朝啊？刚才率先找到正确答案的也是周深白鹿，凯哥还是没有找到啊。人一到正式的你说你就找不着，少两只眼睛，你说这你带着你的伙伴上啊。好，这里我们一起请出歌。印度歌吗？我怎么弄清楚了？正确。这上面有歌名儿。哎，姐。哎哎，幸运便利贴，幸运便利贴，这首歌太高了，周深，天哪！不会说这是咱俩的强项啊？请出歌。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幸运便利贴，正确。加油，陈心。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正确。快冲快冲快冲！看你眼睛，给以后怀念。等到下雪的蒸发心底，下一天是雨水写的泪，你要给的钱存在心。啊，只要是你心，不要是人家，只要是人家是人心，你的心怎样？正确。哎，他没跑吗？他在干嘛呀 ？Shirley 在听歌。你没听过？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听过。就这个呀。是这个歌。等到下雪的蒸发心底，下一天是新天。是这个歌。
位老师唱的明显的比较难认一些。这一首歌的歌名是《心愿便利贴》，剧名是陈乔恩主演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凯哥，你要加油了！作为中华小曲库，学历加油哦！学历，最后一题啊，请听歌。我这个也太厉害了吧！正确，正确。啊，这个知道了，这名字了。天边有朵世上人有什么？啊！我听见了。荣华芳华，正确。太厉害了吧？啥呀？啥名？啥名？啥呀？是你不知道？哎呦喂！那你必须。你必须找着，你要不找着，我要不找着，可能有余情。有余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老师演唱的电影《芳华》的插曲《绒花》，但对于更多老一辈的观众来说，这首歌是作为电影《小花》的插曲而被熟知，由李谷一老师演唱。这还找呢，这两组。什么戏？芳华，芳华，来了，芳华。哎，我们是要找什么电影名啊？找那首歌。没有，不是，你不是有说有三个吗？是呀，每一个答案都有三组。郑恺拿着一组。哪里？拿走了，没有了，我拿了两个，他们拿了俩，我拿俩，他们拿俩，还有一张呢，快去找，快找，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不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拿了两个剧名，我们拿了两个歌名，我们拿了两个歌名，谁也别有。真的没有，怎么了？继续找，你找啊，找啊，你找啊，找啊，你找啊，找啊，你找啊，你拿俩，他们也拿俩。走走走，给你拿走啊，你找。啊！你们先拿的绒毛，你也没看见，你也没看见，谁也别说，咱们只能说是臭味相投。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一轮两组都不得分，只有凯哥得四分。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白鹿周深，得七分。哇，太棒了！接下来请其余的三组成员出战。换歌了，换歌了，你们敢信吗？啊，换！哇，当然要换歌了。我看到了什么？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待着明天。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别看了，哥，你看了你也不会。第二组挑战，请准备，请听第一首歌。
乱呀？什么歌？你什么特别牛？哎呀，那个，你什么特别牛？哎呀，哎呀，那个，哎呀，那个，哎呀，草莓满，正确。草莓满，热辣滚烫，正确。哎呀，那个。范丞丞，范丞丞，只看自己的电影是不是？同档期的对手就这么不摆在眼里吗？热辣滚烫，你这么提醒的？我要参加拳击比赛。你参加比赛要经过技术考核，就你那水平，一两年都够呛。反正你也是替补，不行了随时结束。不结束。热辣滚烫。正确。范丞丞，别人的电影连看都不看，是不是？你神不太好。给他亮一下。正确。飞行员，快一点！加油！正确。谢谢。我这个挺帅的啊。比心。回来吧。也不怪他，那段时间范丞丞也忙着跑站呢。在忙着维持人生。恭喜率先找到的是沙哥组，第二是雨琦和真源。这首歌名叫《小美满》，是周深演唱的，是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接下来是你们的第二首歌，请听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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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拿什么出来？拿什么出来？啊？哎，好熟悉！是快歌。One time. 啊！等会儿。加油啊，你正确。One time.要珍惜感恩。哎呀，加油儿女，正确。加油儿女，正确。加油儿女，正确。你知道啊？快！我不知道歌名。歌是啥？什么是快乐星球？是这样啊？不是，那是我队友的。啊，我看。哎，这个，哎。那啥呀？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吗？歌干啥呀？我就想而已。不对，应该不是。One time。是这歌名吗？我不确定。你看看。是这个吗？正确。他们找到了。歌是啥？歌名呢？歌呢？不会叫无法原谅吧？不会叫无法原谅吧？姐姐，我还拿无法原谅什么？无法原谅，你知不知道这什么歌？不是，你挺无法原谅的。是这歌名吗？我不确定，我看看。是这个吗？正确。这首歌叫《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是电视剧《家有儿女》的主题曲。无法原谅是什么歌啊？你无法原谅杨子吗？无法原谅是什么？来呀，咱俩咱左右，有点就在我的身边。这样的笑，这样温柔，这样的心碎，心脏笑在呀。回家的诱惑，是不是？张美兰，你好厉害！完全不错。接下来是你们的最后一题了啊！加油啊！来吧，可以的。最后一题，请听歌。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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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慢慢走，慢慢走。这什么？请听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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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线提交的吗？正确。嘟嘟嘟嘟嘟嘟。直接在线提交的。正确。你叫奥特曼，你叫奥特曼。划过天边。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准备好了，新的风暴已经出现，肌肉记忆了，大着西风接着转你，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我想挑战不会遥远，你是在线提交的吗？这的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18岁。每答对一题积一分，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啊！太难了，随机的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的。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哦，是我们里边的谁的18岁？哦，是这个意思。就是老歌统一，就是报这二位的。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好猜好猜。那你应该是12年，我一样。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你18岁是15。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4首歌里面挑选一首，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3首里再挑选一首。好，好，那18岁的歌，第一题，请出歌，来吧。快去。18岁的歌，第一题，请出歌，来吧。快去，快去！什么歌？去，出去！哎，李晨儿，哎，干嘛？快点，出去！哎，我是维持秩序的啊。他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我们知道。那咋的呢？那咋的呢？知道。龙飞说，龙飞说，凯哥，这啥歌？走走，他们知道。给点提示，什么歌？给点提示，给点提示，不放了吗？不放了，走。才放了2个音符。哎呀，回去吧，回去吧。你能听见？你能知道啊？ 我知道啊。来，你来。啊，我们队都走了。好了，我来了。宠爱 TFBOYS， 然后是卓璇的18岁。回答正确。Yeah!你咋都没听说？咱是一个年代的。我害怕了，梦明白。我把这首歌唱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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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没听出来呀。第二题，请出歌。马天宇。好，让你让你。马天宇该死温柔。对，是的。谁的18岁？是你的吧？说一个就行。不是我们队。傅龙飞的18岁。错误。怎么可能是我呢？马天宇18岁差不多吧。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你刚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没有，我说是陈哥的。周深的是吧？是。回答错误。啊？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是个女生版的？是他的。是他的吗？前面就是这一段。好，马天宇，该死的温柔，是 ，Bibi 的十八岁。回答正确。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让我心在痛在在流，这难过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你这样下次你抢第一个，我排你后，先抢再说。对，先抢了再说，咱自己补充。来，第三题请听歌。先抢啊，抢抢，但我真不知道人。啊，好熟啊，好熟。你先站那儿听吧。干什么？龙飞，你先站那儿听，还没唱。哎呀，好熟啊！啊，不许继续，就、啊、知道插队，插队，我后边去。我这是带牌，我告诉你，还带牌，我滴滴带牌回来。你这知道？你这公厕所啊，在这儿。拒绝黄牛啊！听都没听过，电视剧的歌啥呀？啥呀？我不能告诉你吧？你可以，我要告诉 baby。咱俩他是别的队的，他是别的队的。何哥，请回答。是你。打着我。我真不知道啊，我错了。没够，我不太记得歌手名。北极星的眼泪，北极星的眼泪，凉。排队排队，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男偶，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儿来来，你排队。凉，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凉了，凉凉也是。张栋梁，哦，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张栋梁。谁的十八岁呢？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导演。你就说我吧。Baby 的十八岁。错、嗯、误。啊，错误。大凯哥，下去，再见，下去。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周深的十八岁。错误。哎呀，我还没生呢，那个时候。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为什么是哭腔啊？白鹿的十八岁。错误。我跟白鹿是一个年。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傅龙飞的十八岁。回答正确。正确。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演唱。没法玩了，能不能把周深开除？我来帮一下你们吧，我给你提答案。你再回答，我就给你扔湖里。好吧，没事，我可以变成大鱼。第四题，请出歌。我先给你们排掌。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这个不行，这前奏听不出来。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啊！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咱猜年龄就行了吗？听他说歌名，这歌有点小众啊。我知道。这人唱歌的人是谁？龚琳娜，龚琳娜老师，法海你不懂爱，法海你不懂爱，法海你不懂爱，龚琳娜。等一下，是应该是，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排除是我是我的，绝对不是你。白鹿，不，绝对不是，我觉得是他。卓璇，卓璇，回答错误。然后我猜，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法海你不懂爱，龚琳娜我的十八岁。错误。陈哥的十八岁。喂，谢谢龙飞，谢谢龙飞。白鹿的十八岁。回答正确。谁的？白鹿。哦，十八岁。我刚说的是哦。什么都会呀、啊！盘点歌喉。
学了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白鹿真的很爱唱歌，我作证。第五题请出歌。哎呦，哎呀，这首歌最近很红的，就是我杨千嬅。凯歌的十八岁。回答正确。我怀念的孙燕姿 Baby Jane 十八岁。回答正确。我怀念的是深潮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Baby Jane。回答正确。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黄丽玲，对，都是那十八岁。回答正确。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是我的决定。收。白鹿，你是万年历对不对？哎呀，不公平，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的。来，下一题。好熟，很熟。先走过去，先去排个队。先排队。来来来来，请，请。啊，好熟啊！好熟，好熟。这啥歌？是首老歌。啊，好熟啊！好熟，好熟。哦，我是被你囚禁的，你扯掉。哦哦哦！哎，你别走呀！那我不记得原唱。我是囚鸟，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应该是囚鸟，是谁唱的来着？这好多版本。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这是那个女生的版本。女的，女的，那女的叫啥来着？给点提示，快点的。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以前有些什么歌？陈慧珊。陈慧珊不是，不是，不是。囚鸟，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囚鸟，就跟我一个年代的。哎，你答得出来吗？答不出来我来。你排下去，后面都是我们的人。哦，那过来吧。囚鸟，我不知道是谁。你瞎说一个也行啊。不知道啊，瞎说也说不出来了啊，想不起来了。彭羚，然后沙哥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哇！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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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羚。彭羚。彭羚哪记得？哇！六六六。六六六，真的六六。谁的十八岁？你的十八岁。沙哥的。没法玩了，这比分太悬殊了。我听歌太专一了，只听周董。只听周董。真的太专一了。那下一首啊。说的秘密，周杰伦，我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啊！你说再见，渐放下会走更远。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还是很好听啊。哦，是那个电影的时候。对，不说的秘密。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好，士气提起来了。救门哎！哎呀，不叫歌手。啊，九妹，歌手是？不知道，这不属于我们的是吧？这个是沙哥的强项。九妹，歌手是黄鹤翔。哇，可以简答案了。你别打我，没说，不代表我说错。李晨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哇！九妹
我不知道这个歌手。你俩不是一年的吗？一年，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是李晨和沙溢的18岁，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谁说的？我可不是专业歌手。我也不是专业歌手。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们俩。我错了，我错了，赖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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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知道这叫什么吗？躺赢。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我觉得词儿不能太多，难记我们。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唱一点？1001个愿望。这个慢。我们1001个发片吧，发片，我们贯彻到底，已经改编好了，对吧？人家关键今天要没有发片这个词呢，我们也可以写进去啊。我们要写进去啊，我们一定要写进去，而且第一句一定就是要唱那个发片。哦，好。来，请绿队做出你们的选择，去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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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想要完美演绎一首歌曲，记住歌词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和歌词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太好，有你们两个在，我记不住词。我们这一趴叫我不爱记歌词。哎，那说的就是我了。每组一名成员听写歌词，另外两名成员坐在倒影上。回答错误字数最多的一组落水，最终积分多的队伍获胜。就是空出一句嘛，歌词嘛，谁把这歌词填写的字数越多，谁就越赢嘛。是的，是的。这等会儿会掉水里头吗？喜剧队，磨蹭啥呢？没贴我吧？没贴呀，有没有？没有。嘿嘿嘿嘿！我刚刚感觉到这是谁贴了一下，你是你贴的？为啥是我呀？正说你，正来吧，咱们都跟他有个安全距离。那我们开始了啊！啊，我压力好大。请出第一首歌。阴谋，计谋的谋，阴谋阳谋。你用阴谋阳谋明说。地板完了，我们完了，我们完了。你最后一个字是错的，他最后一个字是摸，不是谋。谋吧，要不然他阴谋阳谋。快快快，赶紧，他们要不是我看你，我看你。但最后一个字不确定是谋还是摸。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全对吗？全对呀。暗夺哦，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别怕，都出汗了。哇，这有点紧张的，这个不是我，我都有点紧张。会按错的，手一抖就别做好了。我们上海之前，你告诉我没事行吗？看我粗鲁，我真的慌。哎呦，不行，太紧张了。哇！我的发型白做了，没有发型了，已经。你要帽子吗？要。
王苏龙偶像包袱180斤。来，请出歌。不害怕，可以再放一次吗？吹呀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无所谓，扰乱我，扰乱我。稳稳的，稳稳的，这会稳稳的。体量体摆。哦，都对了，都对，哎。太简单了，而且放太多遍了，只放一遍，导演。哎，有人说太简单了，他们在质疑。导演，我觉得你们很棒，但是有一点点小毛病，就是你们放太多遍了。你们可能是太忙了，各位导演。不是对导演组放音响的那老师呢？我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是说你们全组，你们全组。来，上歌。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里弹奏的抒情。说的不对。吓就吓吧，来吧，挺热的。我们是字儿凑的，我听到了一些字儿。对，中间有什么我什么我你，然后后面有一句拉丁式的黎明。啊，拉丁式黎明。哦。也会笃定优雅的定颜色。你看你也会唱下去，唱不下去，就是也会笃定优雅的定义，反正大概齐了。乐坛的抒情，也会不停拥抱，用拉丁式的秘密。咱可能错了，人都有拉丁式的秘密，拉丁式。接下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我们对了后面这几个字。拉丁式的黎明。哦。可以，稳了。哎，别改，大林哥。哎。我那意思告诉大家，我对了一个的。你只对了一个的。是的，好，来准备，哎，来吧，憋口气，有点慌了，这个有点慌，肯定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没事，你下去你就知道很简单，坤坤没事的，真的，没事，It's okay， 现在只剩蓝队了，蓝队加油！现在就剩蓝队没下去了啊！还有几题，导演？还有几题？还有好多题，还有好多呢。这直到我们下去之后就没有了，是吗？哎，你猜对了，是吧？来，请出歌。可以，哇，完蛋！就不会啊。这蛋糕，这回蓝队总该轮也轮到你们了吧？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你在这没听出来吗？蛋糕，哎，简单的。不是简单的，是蛋糕。
蛋糕。怎么？我今天他是周深告诉我的。我今天不是啊，四日。不是啊，狗。鸡蛋糕是鸡蛋糕。简单的。鸡蛋糕怎么变鸡蛋糕了？我觉得是，我觉得不是，这题绝对稳了，别再下去了啊！这题绝对不会下去。这题如果我们输，我就从这六个一个下去一次，一个下去一次，下去六次。如果这题我们输，我也六个下去一次。揭晓答案，看那边。中老年还在那儿商量呢，写个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就算输了，再写个安慕希也没事儿。真的吗？真的。蛋糕的什么什么嘴角，然后后面写了个安慕希。不是，这安慕希是怎么回事？吃蛋糕配安慕希。对啊，留在了嘴角上。对啊，这个叫什么？求生欲。满满的求生欲。鸡蛋糕和你嘴角果酱，我都想要尝。鸡蛋糕给你嘴角果酱，我都想。还鸡蛋糕吗？是鸡蛋糕吗？啊，完了完了，咱俩可以走了。那这一组要接受惩罚的是蓝队。哦，终于到蓝队了。哦，手放膝盖，放松放松，请注意安全。很紧张啊！我的天哪！不怕，别害怕，赶紧下去吧，别在这等了。手放膝盖，放松放松，请注意安全。很紧张啊！我的天哪！不怕，别害怕，赶紧下去吧，别在这等了。加油！天哪！哇，好可怕！看到了两个巨人。下一题是抢答题，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多要啥？多要啥？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三队抢答，谁答对了，其他两组倒下去。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OK， 行。不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我再坐这儿来，行不行？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可以，真的不吓人，不吓人，不吓人。我保护你，好吧？你保护我，我保护你。他一弹，我就给你弹过来。那行，他一弹我就下来。请出第一首歌。剪一段时光，缓慢的流淌，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凤凰传奇。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哇，钟声好强啊！哎呀，玲玲要下水了。心灵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体验。没事没事，体验别怕别怕，关键想出来，没那么吓人。我心灵，你可以的。来，麒麟，完事了，麒麟，没事，没事，他上了。不是，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凯哥手没有你们快。真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我跟着我拍荷塘月，荷塘月色。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让你们那儿已经说了。有没有人还没下过水的呀？有，周深老师。来一回，真得来一回。我是个不喝水的鱼。请出歌。有，哎，有，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有点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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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有点甜。回答错误，回答错误。不是不是不是，一路上有你，张学友。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是上辈子我欠你的。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熟啊？这个游戏我们下去就结束吧。这游戏都快结束了，周深还干着呢，周深还干着呢。这样的，我们这一题不惩罚了，好吧？我们还是听歌词儿。好。为什么改再一次，就为让你下水，你知道吗？来，请出歌。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一轮三十万。我知道了，这个却又像风捉摸不住。请亮题板。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哎，跟我们一样，像诗人上散发的香水味。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是手腕，他写的手腕，我改的是。找到了蓝队的弱项，蓝队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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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也会输啊？这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夸夸夸往里跳啊！你们队也有今天。现在就我错了，没有下去。下吧，下吧，下吧。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可以吗？真的不行，我来。没事，我可以，没事，我可以。这样，我在水里等着你。哇塞，小心我别撞着你，你去那儿。没事，我在水里等着你。你是一条鱼啦！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上来我还觉得没有回归我的大海。OK 吗，周深？我可以，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我看不清大家。啊？冲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啊？冲池子里去了。等一下，眼镜啊，眼镜掉了。不。是冲池子里。等我一下，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在眼睛里，他转在了眼睛里。回来了，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我们最后一题啊，这首歌我们出的是李老师的歌，但是李老师你不能提醒。来，等于先把李老师弄下去。好，过来，过来，过来。好，你的歌，你们上那儿干嘛？不，李老师，你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吗？坐这儿。你小心，他把那个标贴到你身上。什么标？标没有了。那为了公平，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杀一哥，不要杀一哥。你去那边吧，杀一哥。来来来，你过来，人家不要你了，人家不要你了，你过来。都知道我多余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行，我在这儿干扰蓝队。好嘞。请出歌。有个地方睡觉吃饭，这首歌我可太熟了，这歌我真会。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日夜颠倒连头困，墙板被我砸烂，对吧？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万人请亮题板。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哦，都对了。哎，完了，背诵全文了。没有，写错了。
我给你标个音啊。别改，别改。没改，写拼音的。哎，他们还涂了一个字儿，太过分了。咋？我他之前写的凿被我凿了，我都看见了，讲的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吧？我知道，成语改的就是这个。咋？这一轮答错的是粉队。哦。荣浩，你是那个队的。我蓝色了，我蓝色了。你们那不是我错了，我是这个队的。刚才是他们队把我清出来了，我从那一刻跟他哥跑过亿了，就。我不是那队，我是蓝队的。快点的，你这你哥，你这我来。快点走。你变得挺快啊。不是，你刚才答案出来了，你给哥一看，我说对，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我们是要三个一起下吗？没有，我帮你下就行，你坐着吧，加我一个吧，好不好？是吗？那坤坤替我吧，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没事，我想玩。谢坤坤，谢坤。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就最后一个环节啊。这怎么到我最后又成一起了？来，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快！你看看现在坐在上面的，没有一个是粉队的。我不同意，我现在也不是粉队，我黑队的。我黑队的，没有回归我的大海。沙溢哥太惨了。坐在哪个椅子上都是最后一个下水的，他太重了，太重了，抬不动。哎呀，你看看，哎呀妈，就这么跑也没跑了。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蓝队，接下来先请蓝队来抽 CD 销量。哦，我们发言人说一下。什么？哎呦，厉害嘞！咋还有百位数呢？大了我的数啊！热销，这真热呀！哦，哎，有的看两位。好，马上要为两位出题，这道题是一道音乐题。是你的强项是吗？我不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八九十年代著名的 OST 歌手李翊君演唱的。哇，好陌生的名字。对，他的代表作有《萍聚》《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听过吧？完了。来，请放音乐。哎，这不是《还珠格格》里面的吗？我想你飞雨蝶。说已经知道什么歌了。我眼前沉默一直往下走，却困在寂寞。啊，这叫雨蝶啊。你们实际年龄是90后的吗？都举报了吧。他改词了吗？沙漠寂寞中谁来爱我，谁又在远处。能问你里面有几个字，几个我，就这种问题。这么难？因为他问题就是很另类的一些问题。不会是让我们背词儿吧？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还珠格格》是吧？扎莫吉姆。他在想什么？这是雨蝶啊！他在说，这首歌是重新这个新的版本，是吗？对，因为《还珠格格》里面的歌词不是这个。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我沿着承诺一直往下走，却困在寂寞沙漠。哦，沙漠寂寞，什么沙漠寂寞，什么什么挽留，沙漠寂寞没有人挽留。这应该不像歌词，不像歌名啊。哎呦，我真不知道。周深是最擅长猜歌名的，到这儿都崴泥了。我们去了还有痛苦的温柔，悲伤的温柔，是哪个？哪个？悲伤的温柔吧。剪刀石头不好玩，剪刀石头。
悲伤的温柔。我也不懂。哎，不是俩都是不同的歌。那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的答案。好。我们说的最多的四个字。沙漠寂寞，沙漠寂寞，沙漠寂寞，没有人挽留。这应该不像歌词，不像，不像歌名。沙漠寂寞。周深对了，你看，这真的是有这首歌是吗？就是不同版本。对，这首歌是李翊君发行于1998年1月1日的《沙漠寂寞》。然后《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是重新填的词，对，是琼瑶在原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所以它是在《雨蝶》之前的。啊，周深刚猜到了，他说了一嘴，但他觉得这不像那个歌名。自信一点嘛，这个怎么可能能赢啊？很遗憾，知道题两位回答错误。谢谢。所以你们要领走两张。谢谢，有两张，好开心。谢谢。哇，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四个字，最后没有猜它。但是我们一直在唱沙漠寂寞。对，沙漠寂寞。青春年1977的17岁不哭，这是李晨。家珍说没有永远的温室花朵。真的吗？晨哥18岁的时候拍的这个，他俩这是啥？西游记，西游记肯定比他早一点吧？小虎队出的，小虎队1991年。1991啊？那我们有一个确准确的时间线。晨哥应该在他们后面。我们来了，这道题是一个选择题。选择题，乐山除了乐山大佛之外，峨眉山也非常有名，而在峨眉山上有很多武侠故事，周芷若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请问以下哪个角色不是周芷若？这个是离子版的周芷若。峨眉弟子周芷若参见张真人。然后这个是周海媚老师。周师妹，不要杀我！你尊卑不分，侮辱长辈，本来岂有辱？这个是高圆圆。周芷若，大师姐，今天我就拿你开刀。这个是佘诗曼老师。周师妹，手下留情啊！哇，你厉害啊！因为我看过。哦。现在就他俩了，你们选吧。二选一。第三个从色系上来讲跟其他的人有点跳脱。第三个周芷若。什么？周芷若。九几版的周芷若。几个。你们真没有，你们没经历过。我觉得好像在四和六中间呢。四是周芷若本若。六是周海媚老师。四都是本若高圆圆那版，你不知道吗？这是高圆圆吗？对啊。哎呀，你快把眼镜摘了！你这，我觉得就第三个，第三个真是周芷若。第三个，我真的觉得是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没有印象，是那会儿你小吗？你小，第三没印象。第二个是观世音菩萨。你信我，我等到答案公布的那刻。你选吧，反正第一个和第三个里面肯定有一个不是。我选第三个。你看他第三个是个坑，就让咱往坑里跳。确认吗？确认。蒙的吗？蒙的。哦，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回答正确。哇，什么？你是在哪里看电视？是不是第三个？对啊。对。你看，哎，真是记得早，忘得也早。沙爹信誓旦旦，真的是，看吧，是个坑。只能说那个时候我年纪也小，记忆不是那么清晰。第一个是1986年邓萃雯版的。你看，我就说他们经常会用一些香港的老一点的去误导你。看过。你是不是认为我周芷若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欺负的女人？其他都是对的，第三个是吴倩莲。
但他的角色不是周芷若，是小龙女。啊！姑姑，我这一生一世，我心里面只喜欢姑姑你一个人呢。过儿，都是我不好。恭喜两位回答正确，那么你们这一环节只需要领走一张实践卡，但你们抽一张吧。好。孟佳、蔡徐坤，请前往答题区。